将体育运动政治化，有违奥林匹克宪章精神，损害的是各国运动员的利益和国际奥林匹克事业，包括美国奥委会在内的国际社会不会接受。美方如果执意对事实和真相视而不见，刻意的基于谎言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，是必定要翻车的。不仅会损害美国自身的信誉和利益，也必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中方的有力回应。